哎呦，注意些，给我看一下。哎呦，麻痹麻痹，再过来。长短脚了哦，很痛了很久了。八个月，是很像弄到啊你。都没有弄到。没有弄到啊。Suddenly 很像哦，就是现在这个脚全部卡住了咯。这个边，连我去看医生，医生讲。哎呦，这第四骨、第五锁骨神经全部肿了。啊哈。那到神经。这个是 MRI 的。嗯。那、这个走位走到很厉害了。走去左边。啊。颈椎太久，叫我开刀，我怕了。怕我、哦？几岁啊？今年？69。69，请坐啊。有血压高血压低吗？高血压一点点而已。嗯，明白。哇，你是 diver 来的？对对。哎呦 ，diver，diver， are you OK？ 嘿，在哪里前座啊？啊，在的话。在新加坡。在新加坡，对对。嗯，有时去刁蛮。没有，在新加坡。哦 ，commercial，OK，OK。啊，这个你好，试一下这个部位啊，第按这里，哇，全部塞住了啊，按这里啊，哇，这个痛哦，按上一点这里，这里、啊、哇，这里很痛哦，哇，全部塞住了啊，哎呦，颈椎也不好，为什么我要按上边呢？就是看你的肯位，就是呢，你看我按去左边啊，痛。以为右边很厉害，如果右边痛了，就是右边影响到是左边，啊，右边去左边了，卡住了，所以压到神经线了。所以看这里按第一、第二、第三、第四、第五，错不神经。好，头三来到这里卡住痛了，转去左边也是不舒服了，转去右边也是卡住了。你看这个脚的手啊，拿起来到这里卡住。旁边上也是，这里，来到这里，转去后边，垫我的裤子，下不到哦，到这里而已，不行，痛了，再转过来这里，卡住，看你的左手还很痛，左手这里还很痛，这里，这里转去后边垫我的裤子垫我的肩，没问题的，就是这边，全部。压到了，所以颈椎不好啊，会影响到手的。别的腰部不好，会影响到脚。哇，我痛了，好，等一下，不见了了，哈哈。住了，对了，还有一点点，哇，完成了，刚才什么没有了，就是弄你的整个咵咵很样啊，现在这个手刚才卡住了，很辛苦，去后面也不行，什么不行啊，好，现在，一，好很多，刚才啊，哇，就是痛到要命哦，一。二三四，舒服很多了，就是这个一舒服了，你看你这个手上，这里旁边上，嘣，没有卡住，第三，最重要是这个，看才转不到啊，一个平线，垫我的裤子，嘣，垫我的肚子，嘣，垫我的肩，嘣，刚才痛到要命哦。就是颈椎卡到，美容柜也是卡到，所以影响到你的个脚啊，哇，很像长短脚感觉，蛮轻松的啦。头三，舒服，左，右，好了，你，好了，现在开始你的肩膀，手放后边，手指算手指，手指往后边。Stretching body.
两个手可以垫到我的头了，这个两个手胸部边，我是底线，这里找到哪里是 ？OK 了很多了，头上，爽，有 ，very good， 好，站起来，看你的脚了，现在，好，像那边八个月了哦，你看走路哦，全部很像这里卡住了，一个脚拐来拐，拐来拐去哦，好，看这里上边，这里。中间，转动，这不对。两手放在耳朵，对。很好。现在，一、二、三、四，一、二、三、四，很好。现在让你旁边睡啊，侧睡。向左右都可以。这个脚直，这个脚弯，在这里卡住了。按摩，转来滚。另外一边，这个脚直。Nak tengok siapa tubuh? Let's go. Kenapa? Hips up? All right. Ha? Badminton. Oh, badminton. Wah, lana dia kau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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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kau. Ini hal. Tangan sambil nak. Ini sakit kan? Sakit. Apa ya? Sekarang cuba. Julia 不要提出，那这个最重要了。那你看呢？我们的神经就是卡住右边去左边了。你看你的右脚啊，这个是美容骨的第三，没有痛的。这个是第四，没有痛的。这个是第五，很舒服的。腰部神经，三、四、五，腰部神经没有教你的。第二，你看这个脚跟可以弯的，弯到哪里？五个手指到你的胸部，好像可以动，没有卡住了。这个 original。第三个动作，脚放在这里，很难开。这里有点紧紧，很痛。还有两个手指可以带到床的，痛还好啦。最后一个动作，膝盖在这里，我在这里啊，没事的。这个叫 original。哈，看你的左脚啦，在这里，这个是第三，痛了。这里第三卡住了啊，这个第四痛啊，好很痛啊，第五在哪里好痛啊，腰部神经，第四第五腰部神经，等一下不见了就是这里走位，这个脚弯到哪里痛，哇很痛哦，你看这个脚弯啊，这里卷了哦，这里卡住了，太远了，拉住了后面的，拉住这里六个手指，再按下不到，很痛。等一下放来这里会有，开这个脚，哎呀，一点都开不到，六个手指，这里按一点点啊，痛到要命，很痛很痛哦。等一下不见了，那最后一个动作，膝盖在中间，按这里，也是痛 ，T O N G 痛，哇哇哇痛痛，好了。好，再调整回去，哈哈。呼吸，下，哇，泡泡，哇，很好。好，刚才呢，
我什么没有弄啊，就是烂你的脚，刚才这里痛这里痛全部痛啊，就是卡到了啊，现在再检查一下啊，这个是第三，咦，不见了不见了，第四酸酸的一点啊，酸酸的没有刚才这么痛啊，第五超过神经，第三第五超过神经，咦，舒服很多了哦，在你这里没有塞，没有压到神经线呢。第二，你看这个脚腕呢，刚才很痛很痛哦，这个脚腕。嗯，二，那你看这个五个手指头，可以到这里，就是现在这里拉就拉的感觉啊，那个痛跟刚才的不一样了啦。越来越，滴滴滴滴滴滴滴，飘飘。哈，这个最重要的，刚才哇，很痛很痛。滴滴滴滴滴滴滴哟，一点啊，哦，一点都不要，好，我最习惯。这里一开，酸痛啊，那现在这个开啊，可以到差不多到床了哦。刚才要六个手指，现在很像，咦，舒服很多了啊，还没做完呢，那可以开了哦。最后一个动作，你的膝盖按中间呢，这里啊，拉住，嗯，好。调整这里了，现在。哦，是吗？在看的吗？我们现在吧，这个病呢，有没有？嗯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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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嗯膝盖啊，现在看有什么分别哦，要开刀哦，怕怕哦，来这里看看哦，最重要没有痛了，现在看有没有压到全部神经线呢、啊、这个是第三，越来越轻松了，第四第五抓住神经全部没有压到了吗，嗯，一点点，嗯，好，第二这个脚弯舒服很多哦，这里有拉到吗？松了很多哦，啊，一点点的、啊，慢慢越来越轻松了，就是那个血压到嘛。现在刚才到这里，哎呦，有六个手指，现在原状的是四个手指。刚才开脚开来开去，哇，痛到要命哦。现在一点点的、啊，这里一下可以差不多到床了，一、二、三。四，最后一次哎，五，轻松，越来越轻松啊！再试试一两天啊，那个啊，拉住越来越减少，因为那肿瘤嘛，发炎变肿瘤，现在没有刚才这么痛。最后一个动作就是你的膝盖痛到你要命哦。好，在这里拉到神经线了、啊，这个中间。好看两个脚一起啊，看好这个脚弯，那这里停歇了了，平常是哇痛到要命哦，这里嘛，现在两个脚，五个手指到这里可以收起来，这边转去左边、右边也是没有人家教你了，踢我，哎呦有力了不、哦？现在哎呦青海，你的安哥笑了再踢我，踢我大大力下。三，嘿，哎呦，
是，嘿，翁清海先生啊，嗯，我给弄，舒服很多了啊。这个是最后啊，调整了两个龙骨，那开刀啊，也是调整回去不要压到神经线了。我也是一样，给他调整，不要压到神经线就 OK 了啊。他这里喷位卡住，收起来，可以了，呼吸。下 ，very good。第二次，下，很好。第三次，下，好。看嘴巴，不要咬到舌头啊！好，我在这里。哇，哦哦，哎呦，全部神经症太有趣了。啊，等一下你试一下走路，舒服很多了哦。哇，等一下回去新加坡啊？啊，哎呦，五点，你开车来啊？没有，坐飞机。哦，坐飞机 OK。如果开车怕你坐得太长时间，如果坐车呢？应该要坐前面，弯一点点，不要坐在后边。等一下在飞机也是，坐不要太90度，怕不要砰压到，坐歪一点点。哦、okay. 嗯，好，现在刚才一拉了呢，你的脚啊，来到这里，来啊，拉住一点点呢，这边会消肿的，耶、yeah, ，没有刚才这么痛了了。这个也是没有刚才。嗯，没有了。怎么？这个收起来。这个还松，这个还松不得了，膝盖，安。嗯，好，现在按这里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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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坐下来一下啊！哎呀呀，看那边，看你的肩膀啊，哇，轻松了，这里也是轻松了，这里松松了，转去后跟也可以了，来到这里也是可以了。好，现在站起来走一个圈来看，哎呦，等一下给青海看一看线。哎呦，感觉到很硬啊！啊啊，有一点拉住了那个神经线来了，不怕了。刚才你走路啊、哦，是很硬卡来，卡住了。现在没有很硬卡住了，就是那个啊，有点拉住拉住这个那条筋而已。就是这个两个星期不要走太多，嗯，不要走太多，先给它消肿，压它神经线，清楚很多吗？谢谢你，真嗨 ，good， 有安哥 ，thank you。好，等一下 Billy 会教你一点运动了，可以跟我。跟你拍一张照片先。嗯，感谢。